49式经络动功现在开始，请大家浑圆站立，周身放松，调整阴阳，虚控心胸，默念练功口诀。 夜阑人静，万绿蒿。一手丹田，风凄峭。呼吸徐缓，搭鹊桥。身轻如燕，飘云霄。第一段，通经。 怀中抱月，两手合抱，少商和商阳穴相接，意在商阳，仿佛一轮明月抱入胸怀，给人以无限温暖。商商相接，随着吸气，两腿徐缓伸直，随着呼气。 轻吐四音，重心下沉，少商和商阳穴相捏互压，重复三次。掌推华山，两八字掌，先前伸。 后回屈，再前推。回屈时，沉肘，松腕，舒指；前推时，伸肘，坐腕，翘指。重复三次。 金龙盘柱，头向左转，两八字掌呈阳掌，在体侧缠绕一圈呈伏掌，食指向斜后方指出，再由伏掌向相反方向缠绕一周，呈阳掌，缓缓合于胸前。 头向右转，两八字掌同上重复一遍。要求缠绕时以腕为轴，松紧结合，速度均匀，意在商阳。头颈不动，两八字掌再重复一遍。 整个身体就好像金龙左右盘玉柱，腾云驾雾，翱太空，主地通天，百会上顶，脚跟拔起，两八字掌后撑，脚跟落地。 两八字掌回收体侧，重复三遍。腋底藏花，脚跟拔起，两掌沿脊侧，摩运至腋下，擒桌伏兔，脚跟震地。 两掌摔拍，腋底藏花和擒桌伏兔连在一起，重复三次。怀中抱月，两掌合抱，少商和商阳相接，意在商阳。 仿佛一轮明月抱入胸怀。
遨游天际，妙入云端，商商相接。随着吸气，两腿徐缓伸直；随着呼气，轻吐四音，同时默想：四四多数作声言，胸膈烦闷上交谈。若有肺病急需四，用之目下自安然。气沉丹田，随着吸气舒指伸膝，随着呼气两掌下按。第二段循行，春风白柳，身体左转，气从关元提到天突，身体转正，气从天突降至关元，整个身心犹如春风摇曳垂柳，轻盈舒展，潇洒飘逸。气行太阴，随转体百掌，意向中府。天府，尺泽，少商。气行阳明，随转体百掌，意向商阳。曲池，肩舆，迎香。随体转正，意向日月精华之气灌入百会。随转体百掌，意向中府、天府、尺泽、少商。随转体百掌，意向商阳、曲池、肩舆、迎香。随体转正，意向日月精华之气灌入百会。劳宫开胃，重心右移成左虚部，两掌弧形摆至胸前，右劳宫对准左天井，把左劳宫看热。要注意上虚下实，松腰敛臀，左脚回收落地成右虚部，两掌弧形摆至胸前，左劳宫对准右天井，把右劳宫看热。两手好像浸沐在温泉之中，舒适温暖，心旷神怡。老翁复燃，右脚回收落地，两掌画弧经体侧面前下按，仿佛寿星手扶银须，神采奕奕。气行厥阴，随转体百掌，意向天池、曲泽、劳宫、中冲。气行少阳，随转体百掌，意向关冲、外关、天井、肩髎。随体转正，意向日月精华之气灌入百会。随转体百掌，意向天池、曲泽、劳宫、中冲。随转体百掌，意向关冲、外观、天井。
肩髎，随体转正，意想日月精华之气灌入百会，怀中抱月，两掌合抱，少商和商阳相接，意想商阳，宛如怀抱明月，神清气爽。商商相接，随着吸气，两腿徐缓伸直；随着呼气，轻吐四音，重心下沉。少商和商阳穴相捏互压，重复三遍。起身时，百会上顶；下蹲时，松腰敛臀，气沉丹田。随着吸气，舒指伸膝；随着呼气，两掌下按。第三段倒气，大鹏压速，两掌相叠，从关元摩运至天突，再从天突摩运至关元，一上一下为一次，共做三次。请注意，吸气时提肛，呼气时松肛。磨面梳头，两掌从承浆绕地仓至神庭，食指分开，从前发根梳到后发根，重复三次。用力要均匀柔和。童子拜佛，两手从两颊合于面前，掌指朝上，意想着自己置身于一座苍松风暴，翠竹成林，祥光霭霭，云雾纷纷的古刹之中，整个身体就像霞光飘渺，香烟缭绕一样的漂浮着，飘向天边，飘向云层，飘向太空，飘向月宫。左右推杯，随着吸气，头向左转，两掌向左右推出，随着呼气，将头转正，两掌合于面前，随着吸气，头向右转，两掌向左右推出，随着呼气，将头转正，两掌合于面前，随着吸气，头颈不动，两掌向左右推出，躬身吊尾，两掌食指胸前交叉，下按，躬身，驻地，肛门撮合三次，两掌移到左脚面，移到右脚面，移到两脚之间，两掌分开，经脚面、腿后、腰脊、腋下，变成手背相靠，再向前、向下，分别向左右上方画弧，交叉于胸前，再下按，躬身，触地，两腿伸直，
白猿缩身，两掌不动，全身缩成一团，两掌仍不动，再将两腿伸直，仙鹤柔膝，两掌分开，经太冲、昆仑达鹤顶，先做由内向外的柔膝三周。再做由外向内的柔膝三周，要求一手鹤顶，呼吸自然，速度均匀，幅度亦大。风摆荷叶，上体直起，两掌移到肾腧，先做顺时针的转腰三周。再做逆时针的转腰三周，整个人体就像阵阵微风吹拂着的荷花，飘摇飞舞，轻松自如。二龙吐须，两掌从腋下、脑后向上伸去，脚跟拔起，脚跟落地，两掌下按，气倒涌泉。左右睡枕，两掌沿脊侧、腋下横置于脑后。向左睡枕，右拇指按衣封，食指按风池。向右睡枕，左拇指按衣封，食指按风池。低头思静，下额触胸骨，两掌盖耳轮，仰面观天，下颌牵向上，中指托风符，脑后托盔，脚跟拔起，两掌从脑后托起伸直，抱气似球，两掌向前侧方下落，再向上捧抱天地间精华之气，灌入百会，经丹田至会阴，分左右两支，下行达涌泉，再自涌泉提气上行会于会阴，经尾闾夹击达百会，接着两腿伸直，两掌下按，再将气导入涌泉，怀中抱月，两手合抱，少商和商阳相接，意在商阳，仿佛一轮明月抱入胸怀，沁人肺腑，滋润心田。商商相接，随着吸气两腿徐缓伸直，随着呼气轻吐四音，少商和商阳相捏互压，起身时百会上顶，下蹲时松腰敛臀，气沉丹田，随着吸气舒指伸膝，随着呼气两掌下按。第四段
归元诸葛抚琴两掌扶起继而按弦心琴的食指正奏着一曲松鹤延年的乐章清新雅致旋律悠扬 二龙戏水两腿伸直两掌向体侧摆起随之合膝果当两掌摆至胸前如此重复三次要求意在劳工气沉丹田轻飘柔缓体态安详 游鱼摆尾随身转动两掌先左后右的弧形平摆左右各三次就像秋水中的游鱼频频摆尾自由 气贯云门，随体转动，两掌先左后右的将日月精华之气灌入云门。 左右劳宫覆盖云门，做三次细匀深长的腹式呼吸，吸，呼，吸，呼。 根基独立，左脚提起，两掌捧抱大自然中的氧气，灌入百会。左脚落地，右脚提起，两掌捧抱大自然中的氧气，灌入百会。气贯涌泉，右脚落地，两掌经面前下按。 气息归元，两手合抱，将气收于气海，两腿随之半蹲，重复三次之后。 两掌叠于关元，男性左手在下，女性右手在下。再做三次细匀深长的腹式呼吸，吸，呼，吸，呼。 最后，请大家松垂双指。
左脚向右脚并拢，做赤龙脚海，左右各三次，左二三，右二三，再将琼浆玉液三口咽下，一二三，整个练功到此结束，祝大家坚持练功，充满信心，却病延年，永葆青春。